男嘉宾找到与自己相应的女嘉宾后，两人完成指定片段的演绎，男嘉宾答对女嘉宾指定的台词，最先配对成功且回到起点的一对获胜。小龙女，娘子，小龙女，娘子，小龙女，你是找白娘子是吗？是不是在杭州啊？对啊，来错地方了。你饿了吗，大哥？大哥，吃一口吗？哎，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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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！哎呀，躲呀！别看着女孩，你是个女孩，你要矜持一点。这小马，哎呀，这是谁？哎呦，这不拎着一匹马呢，是怎么？你怎么敢拎马啊？这太酷了吧！对，抱着马呀、啊！你是我的小龙女吗？再见！你是娘子吗？是吗？我是白娘子吗？你是许仙吗？是啊。啊！你俩对上了？配上了吗？走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这长得不跟你有点像、啊？这个长得跟你很像。我的小龙女在哪里？我觉得应该是凌云，不可能是其他的女孩。我觉得已经有一个配对了，那我们还找什么呀？他们已经赢了呀，因为纪言和魏大勋已经配上了，他们回去了肯定就。哎，那有个人，我问问去啊，是你吗，灵儿妹妹？呀，我的凌云。是你吗，灵儿妹妹？我是逍遥哥哥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小龙女。龙儿，是你吗，我的龙儿？龙儿，快看这个！哎，我天，快走，快走。出门快走！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。果儿，真的是你吗？龙儿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的样貌还没有变，可是我却变老了。果儿，其实只是长大了而已。你是我心里唯一的 super girl。那是什么呀？唯一的女人，就是天上的天上唯一的仙女。你让前面加一个唯一的小仙女。对，啦啦啦啦啦 ，Congratulations！ 你是我唯一的小仙女。